纽扣面膜有补水保湿、提亮肤色、软化角质等作用，一周使用2到3次即可，肌肤透亮，柔嫩效果几乎肉眼可见，十分显著。但是纽扣面膜天天使用的话，很容易损坏肌肤角质，肌肤反而会变得干燥，无法锁住水分，使肌肤越来越脆弱，变得暗黄无光泽。所以使用纽扣面膜时要注意它的频次，适量即可。